今天是2024年11月7号，星期四，现在是7:30左右，早上。游完泳出来了，想说点什么呢？就是游泳啊，耳朵里边有一个小东西，可以放在耳朵那儿，防止进水。嘴上也可以呢，咬着那个一个管子，然后呢，脑袋一直在水里边，那管子在上边呢游泳。脚上呢有脚蹼，脚蹼呢有海里的那个又长啊又软，游泳池的呢就是短一点儿，当然也有长的，也有更短的脚蹼，手蹼也有，还有呢就是很多的，我也看不懂，但是我现在说我的这个啊，这个手上的这个啊，就是这样带着，它就那个面积大嘛，就需要你力量大，也是锻炼更好。这上面是我写的那个 chlorine 是化学元素氯，一个气字，底下那个是绿色的绿，去了那个角丝儿。化学元素氯就是 chlorine。然后呢，这个游的时候呢，这个反正你游一趟、游两趟，换或者不用这个，用徒手游，徒手就是手里嘛都没有。这个是个名牌子，我那个帽子买的就是这个牌子的，这个哈。这个是夹在那个大腿那儿，然后呢，就这腿呢就也不用蹬脚丫，腿啊也不蹬水，也不打水，它就光用两个胳膊手来划水在前游，它夹在那儿呢，反正就是。哎，这就是一个锻炼吧，有这个东西就是也算一个，就是换着样游嘛，他游一趟游一圈，用这种用那个，他这提供那打板，他也提供那个脚蹼，但是我现在也不找他们要这脚蹼了，就是因为嘛呢，你也不是总是带着它就是用力大嘛。这每天游泳哈，就是也经常看见那个同样去的人那儿遛狗的，在远处好像是有一只狗。这是一个公园啊，今天早上起来游完泳了，这就是那个游泳池。这是游泳中心 Sport Center， Milton Sport Center。 谢谢。